道德从哪里来的？道德从敬来的，从孝亲来的。孝亲是道，尊师是道。小孩上学最重要的学生，学爱父母，学敬师长，从这下手。这两课没学好，其他的太难，教育毁掉，毁掉再不进，学校教育就毁掉，在老师没有得到贡献。我们小学念私塾，私塾从在祠堂。自然年龄教四书五经，老师做给我们看，父母亲把小孩叫在老师面前，老师第一堂课的时候，家长对老师三跪九叩，我的老师都是顶礼跪到求来的，我跟他没有关系，也没有钱，连学费交不起。懂得什么呢？懂得孝顺老师。那是我的老师，我见了他的时候要三跪九叩首。我靠这儿来的。老师一看这个学生是三跪九叩首入门的，特别重视伦理道德教，为什么？你能接受，你能尊重，你会学习。现在学校难了，太难了，几时见到老师得到学生家长的贡献？绝对不是老师要求什么手段，学生家长，学生家里最大的老大教人教的人家的见面点点头，三跪九叩首，点点头，你的儿子不服气，瞧不起儿子，这个小子没办法讲，很难讲。我这一生这几位老师都是磕头典礼建立这个关系，所以尊师重道从这做起，对老师顶礼三拜，意义深长，这是恭敬父母师长，这是恭敬古圣先贤的教诲。过去古圣先贤老子从学里建立到今天还在，没有毁掉，谁知道？老师知道，讲清楚，讲明白，做个学生看。因为古人懂得，一分恭敬，一分成就；十分恭敬，十分成就；没有恭敬，学个形式，学个样子。没有生到骨子里，如果真的他觉悟了，明白懂得，他
在那里教化众生，引导入门，是这样。旁边那个人如果同意，他也去学会，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。这个学校十几个、二十个学会，这一班有老师、有学生、有教学、有能力到的，他会有成就。现在学校的推翻，只有形式，形式维持不了几天，用意太深。报声